今天那个两次啊，突然感觉，尿道有刺激的感觉啊，哎呀，好像有点看不太清楚啊，感觉天色很暗，看上去天色很暗的样子啊，天色很暗的样子啊，云很低，云很低啊，哎，下面有水啊，云很低，云很低啊，云很低。那个云呢，慢慢压下来了，云压下来了，云压下来，那个云呢，几乎要压到，那个云呢，几乎压到那个水面了啊，压到水面了啊，有个很大力量往下压，一个很大力量往下压，一压一看就看到像一个东西，一往下压下去的，那鼓起来了啊，水两边的水鼓起来了，周围的水鼓起来了，哦，原来是一个，是飞碟啊，飞碟，飞碟，飞碟在旋转。飞碟在旋转，飞碟在旋转的时候，要把那个水下的那些，要把那个水下的那些，也就是在地球里边呢，那个叫什么，核废料或者核泄漏的物质，它是往地心跑的，要把它那个，要搅出来，要再搅出来啊，搅出来的时候，它有个力量在搅出来的时候，它旋转的时候，一方面在旋转，一方面在搅的时候。就把那个水压下去了，压下去的一个，两边高起来了啊，是水啊，有个压很大的压力往下的时候，很大的一股，压下去的时候，就水是往下来，但一瞬间就好了，为什么？那个已经，也拉到那核物质以后，它慢慢提上来，慢慢提上来的时候，水啊倒过头来了啊，那个水啊倒过头来，往上提了，刚才是往下压，往上提的，砰一瞬间一个声音，砰一下子，砰，把那个。核物质就拉走了啊，核物质就拉走了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